你别追它了，一会儿过来咬你了。浩儿怎么样？要不要养个羊？养了个羊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在这边的第二天，然后 Erica 想先起来跟你们说个早上好，然后又带你们来看看这母鸡，那边有小的，然后这边还有大的。我刚才冷了一个玉米粒，看它吃不吃，给，你要不要？你要给，别，吃吧。你怎么那么馋呢？然后大家都起来了，大家都起来了。昨天睡那炕挺好，本来我觉得睡炕应该是挺硬的，但是还行，铺两个被。然后，但是晚上是有点遭太夜了。睡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左右吧，起来就出汗了，这身体这边都出汗了，那就翻，那就翻，翻翻翻，这边出汗，那就翻，翻翻来翻去。那昨天学还行，比我香香的还好很多。Hello， 他们去看那个大猪。大猪，今天不看大猪，我现在跟鸡玩一玩呢。跟鸡玩一玩。昨天你睡炕怎么样？啊？硬不硬？硬。你下面铺被没？铺了，那不铺被怎么睡觉？我就我铺两个被。那你这铺被你都嫌硬呢，你不铺被那不更硬？哎，空气好是吗？哎呦，你看看这边这么多石头，那边还有个门，进去，那里边是啥东西？是厕所。那厕所上面它就是一个洞，然后有两个板儿。昨天我在外边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上去有点害怕。那我们朋友就是我嫂子就说，要不要我扶着你，我扶着你，然后你就搁这上。他的朋友现在带我们去走一走，看他的平地，这边都是种蘑菇。你们看过没？我肯定没看过。你那车不是，就这个小队，就是二来户呗。对，二十来户。那户籍是100，超不了，但实际上已经是63。我跟二婶说，这是那粪，不是，这就是那蘑菇棒，还是蘑菇棒啊？刚才我还以为这是粪呢。打了蘑菇以后，那蘑菇是脚下的，完事你要不是说来那白天都在你那里，要不就是他来这给顶上边，赶回来播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哪个圈哪个圈的。给粉的也。浩儿怎么样？要不要养个羊？养了个羊。哈哈哈哈哈。吃羊吃的少吗？那跟美国吃羊吃的也挺多。羊肉片儿啥的，烤串儿啥的，那是活羊见的少。啊，活的，对，黑牙。嗯。看这牙，前面有两个鹅，然后我在美国也见过鹅，就是我们旁边有个湖，但是美国那鹅老凶了，不知道这边的鹅是行不行啊，凶还是不凶啊？你别追他了，一会儿过来咬你了。大鹅啊，大鹅！我说那边的鹅我见过一次，然后那鹅老凶了。这鹅是你别躲人。那鹅追我呢。他说那个美国那鹅还不一样，那个追着咬，这个还挺 nice 哦。咦，他那叶菜真出来，打药打的长得正好。我看看那菜，这看不出来，你给他吃了，这叫大头菜。完了我吃了，这样要认错了，我跟你说完了，我躺那儿了。我没事，你这旁边有的地方那水还冻冰呢，不知道你们看没，能不能看清楚点。哎，到了呀！你是不是说它这玩意儿只要是一种年年都发？对，不用年年下种了。对，像韭菜似的，找什么？找药啊？那里边像啥？像地秧似的？不是，瞧这长挺深的。
哎，这土挺圆乎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挺凉？来，给我说说圆乎。挺暖和啊。哦。这还有一大块冰，还没化呢。你浩哥在下面等我呢。其实这里特别安静，特别舒服。其实美国那边我有一个那小机器，就是上小二宝的时候买那个，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呀，就是一个小机器，你可以调，就睡觉的时候也要听着下雨啊，或者听像那个水声啊，还是海边啊那个大浪啊，咵咵，我是比较喜欢听水的声音睡觉。米浩哥叫我，他说要我快点过去，他说别一会儿就爬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个大长虫咬你。但这现在这还有点冷啊，没有长虫吧？有没有长虫？哪儿来的？哦，现在都不用那啥了，不用罗马了。对，老大，你过去看看啊。太远太大。现在都不用那个罗子马了。不用罗马了。你看这粒儿，这肥二哥。哦。你看这现在都是这玩意儿了，罗子马太累了。第二。啊。来，开始了，又好了。 You should help him. You should help him. Yeah, later I will. 这个叫锄头，锄头哦，对，你要锄东西，这个就锄头，就是哎，你整点地儿，哎，对，哎，你会吗？我怎么不会？你、哎，我都知道它叫啥，我能不会吗？正好我们开这个去丹东得了，对，你就开它这个，你就开着康普这个四不像，完事开着它这个走。能开走啊，他这四驱的。要开了。要开吗？要开你开走。不开就坐一会儿。坐一下，不开了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以为你说我还扶你上呢。这东西要四不像啊。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部队里边那玩意儿呢。回来了，嫂子。咱们要出发了，今天还要去丹东啊。咱就跟小狗那三宝叫三宝，拜拜，拜拜三宝，拜拜。哎呦，下次咱带你来哦，走走走走，拜拜拜拜。